爸爸，你讲。那交际对我又 OK。OK。拜拜。都 OK 了。可以，可以。这边是从楼下，然后我弟媳妇给他唱主歌，好处都是啊。我应该可以把你看放在这里看一下。哦，没事哦。白玉肚子那么大，你听呀，听呀，看见了，听见了，真的。